在门口。他在门口，好，他那个太过分了。那个太过分了，快点隐形，快点隐形，我没了，我没了，啊，你没了。牛排，牛排，好吃，牛排，好吃，好吃。吐司喵是不是在那个起司点？没有吧，他在旁边。那他回去了，他回去了，他回去了。感觉出卖阿喵，我最能活，先卖掉再说。这里是最后一区了吗？请问这里是最后一区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吗？啊！杰克，打断一下。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哇！好了，杰克。哇，没了！我会接住你的。啊！我掉下来了。没事。你有接住音乐吗？继续跑，继续跑。啊！音乐从这里，音乐从这里。我从上面，他跳下去了。跳下去，跳下去。碎！我捡到那盒是瓶子。这一圈那个 key 还没找到，大家。我还努力找，还没有人活了，还没有人活到这边哦。哇哇哇！阿妈，你被看到了，阿妈。阿亮亮亮的，阿你亮亮的哦。阿发再见了，阿发。阿发快跑！亮晶晶，这个亮亮肯定得做事啊。阿发跳下去了，跳下去了，他开了一个箱子，哇，他隐形很久哎，肯定没问题的，阿发，快逃！我好害怕哎，太前面了吧？哇，阿发，你这隐形太久了，你们就只让阿发一个人在这里找箱子，你自己呢？我已经舍一条命了。加油！那你们都是，你们都剩一条命了啦！你们都剩一条命，看右边就有血。阿发，你看，他们都只让你一个人在这里辛苦。来了，加油啦！我在跑了。哇！阿发找到了！哎呀喂 ！Hero Hero！ 世界冠军，世界冠军！哎、欸，阿发刚在这里的、啊，阿发狠狠的，阿发不见了，阿发只用人法，阿发，他跑去了，跑去了，跑去了，哎呦，追他，追他，追他，没隐形了，阿发没隐形了，他跳起来，他跳了，他没了，阿发，你阿发你是最勇的，阿发你，阿发你已经是最棒的了，你阿发，我们永远记得后面那两个。记住了，记住他们。杰克也来了，杰克也来了。杰克也在附近是不是？对，他来到这一区了。门快开了，门快开了。在楼上，门快开了，门快开了。这是在哪里啊？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。杰克第一次逃脱。哎呦！哦，开了，门开了，门开了啊！你亮晶晶啊！亮晶晶看得仔仔细细。好扯啊！阿喵，我要剩阿喵了。阿喵，他一直都没有走，我刚刚在后面一直看到他。吐司喵，又是你，活该啊！吐司喵，哇，你又跳六六，以为是直接传到第一区哦。我就跟着他面对面冲过来，然后他以前我直接挥刀。哦，哦，所以他也到第五区，我还以为他在前面。我一直在第五区。没有啊，你刚那个区是第四区，我刚才第四区哦。而且重点是你们，重点是吐司喵，你只让阿发去找 key， 他拼死拼活，他的隐形时间超久。阿发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一直找，很猛。你听到开箱子的声音是我的，因为我在第四区在找，我以为那是第五区。好的，你没有觉得好像没有鬼吗？辛苦的都是阿发，吐司喵还想要坐享其成，活该！太无情了！你们记住了？我以为你们过得了，我的用心后面两个，我有尝试啊！发光发光就留给最后啊！很强哎，狠狠的。来，我们逃脱行动，好不好？还有无人商场、六鬼游戏哦。哎呦，那一样从简单的先开始啊。好，有人还没当过吗？
阿纪有当过吗？还没。还有谁没当过？小雨。我。那杰克换小雨。好。来嘞。那里面吗？里面里面。那我赶快躲起来。哎呦，哈基跟小雨哦，小雨，你想要找阿波在哪吗？请大家积极提供 biu biu 的信息。那是肯定没问题的啦。我会跟着波波走的。那是肯定没问题啊，波波送直接亮晶晶了，送你一条波波的命。最亮就是。其实还好，波波那就120秒，你只要能够躲过就可以了。找到钥匙了。一百二十秒还好吧？一百二十秒，看到亮亮的，哎哎哎！啊，隐形你又用不到，哎呀，隐形你有用吗？啊，小雨会从哪里来呀、啊？在哪里嘞？我有钱了，在哪里嘞？牛排，哎，牛排，你想你死哇？你还拿牛排走？哦，那我死哦！我跟你讲，我要报复社会。哇，你看你看，难怪没朋友，难怪没朋友。牛排吗？对。牛排全部都被，下去下去可以下楼喽。哪里下楼？哪里下楼？他都在对上下楼在固定的位置，好像有两个，他就可以持续到最下面。哦，起始点那边有，然后跟那个后面也有一个。我先当个跟屁手好了。我也不知道在哪里，我是第一次玩这张图。哎，这里有阿纪。哎，可以跟他你追我跑。害羞啦，害羞啦！时间，我们一起耗时间。不是，这两个人就多了，两个人就多了。来嘞来嘞！可怕！哎，你怎么走捷径？你怎么走捷径？门开了，门开了！血太多了，血太多了！没有没有，一人就两条命而已。好快好快好猛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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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扯，好扯！有人往回跑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那么快啊，谁呀？往回跑，快逃了！他自己在追我。我给你牛排，我给你牛排，好给我，给你多一点，全给你。Oh my god, oh my god！ 他都没有在做事，小心打他。我有六片牛排，你又不会吃。好吃，开门了，开门了，他们下去，下去了，阿波，开门了，开门了。开门喽，走喽！这有没有人？阿波，哎呀，饭你要不要吃牛排？哎呦，有牛排吗？哇，好赞哎！遇到你都有牛排哎！又有 key 了，又有 key 了，怎么这么好？这是一种，怎么炒这么快啊？来嘞来嘞！哎，阿祖还有人还在橘色，怪怪的哎！看错了，看错了，为什么？怪怪的哦。因为我刚复活啦，刚复活啦，所以我才在橘色啦。我那里面有小雨哦。嗨，嗨，我刚复活的，没事没事。哦，复活啦，这个门开了，多久啊？我很久啦，我很久啦，长长久久啊。哇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怎么又在这里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一转头又是孟娜耶，肚子好饿哦！啊，肚子好饿，我有牛排耶，我还有三块，要不要吃？我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刚刚阿喵有给我六块。吐司喵，哪一队的吐司喵？他不要我的命哎！对啊，我跟他拿牛排而已。哦，又找到，又找到。他发现还有多的吗？哦，他睡睡睡睡，有有有。好像是最后一区咯，包包哇，你们怎么那么快？没有，很慢很慢。你也好久哎、欸。我脚麻掉了，等一下。在哪里？卡巴基啊！哎，让他照。哦，有人跑好快。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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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发光啊！还想快逃哦！快逃！赶快进去哦！没事，发光十秒、十五秒而已。他怎么砍那么多下啊？阿喵！最后的加速要记得用！哇！他逃走了！跑不！还有三个，还有三个！哇！波波慢慢走进来，我的天！
土司喵，土司喵，土司喵在橘色，土司喵到黄色了。真的是红色，不是我说，不是我说，不是我说。啊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土司喵。绿色土司喵。啊，蓝色，蓝色，要到终点了吗？哎呀！下次一定，土司喵。下次一定。哇！好恐怖哦。你看，同志们，你都有专人转播哎，好好。送牛排嘛，送牛排嘛，不送队友，送敌人。好棒耶，好多牛排耶。鬼一堆牛排啊！我牛排都是小雨给我的，路上看到阿发就会丢给阿发。正确还说送给队友，宠物阿发。我的东西蛋是送给阿发的，哎、欸，你刚刚也是小雨给我的，没错。好扯，好扯，有没有浅尝到一口？送给阿发。对啊，浅尝到一口。那接下来那个中等难度喽。好、啊。还有人没当过吗？好像都当过了嘛。有，那就随选咯，我跟阿发。OK。完了，难模式。完了。哦，他讲的，他讲的，好不好？阿波可能是。阿波所讲的，我们哪次不听？困难模式 ，OK。我是我，是我困难呢。哦，你哦，你哦，哦，好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阿波讲的有没有哪次不听？最挺你的，这样的你走开不要，这样的那颗心。他说困难就答困难，他说他要自己困难，那就给他自己困难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解决方式呢，阿发阿发，打我打我打我 ，OK， 先送他下去。这个解决方式，再打光一次，超隐形的，再亮一次，阿波隐形了耶。哎、欸，我还以为他躲在这里，哇，真的躲掉了耶！哇，他还找到 key 耶，好猛哦，好狠呢，好狠呢！鬼来了，鬼来了，鬼来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呀，不要啦，曾经的好队友，不要，都是过去了，过去式的，一切都已成过眼云烟。完了，真是的，阿姨来帮我接的麦照啦。不要说是阿姨啦，是姐姐啦。你还贴着我跑啊，土司喵！你看这里有个梦娜。那是小雨，还梦什么娜哈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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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逃啊！哎呀哎呀，好危险啊！好危险啊！小雨，我们怎么开这么慢？完了完了，雨夜完了！门再不开，怎么雨夜砍一砍，变成了哈气？为什么？啊、为什么？啊、这我真的，啊、我以为砍一砍，他真的变哈气耶！这叫替身啊！替身，替身，原本完全没看到哈气，然后换件，哎呀哎呀，隐形好危险哦！哎哎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啦！我等一下嘛。阿季，到了，我回去，我回去，我回去。阿季，你好多命啊，阿季。我回去。好啊，看要去哪都没问题。哎呀，我有有有。完了完了。啊，完了完了。啊！我带人来了，嗨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带人来了，差一点！哎哎，可恶可恶！阿波阿波，不要走！梦娜，哦，买一送一，买一送一！不是，要死还找到，我要死哎！要记得找啊！我已经翻四箱，那怎么还有人有三条命？太多了！他一定有很多牛排。看到了，找到了。哎呦喂！里面有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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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面有人。哎呦！我开了，我开了，是我。里面有人，刚才里面有人，哪刚才里面有人？啊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哇哇哇！